科技越来越进步，就连运动跟科技都脱不了关系。中华职棒即将在4月2日开打，想知道中华职棒的球员如何运用科技来进行训练吗？我们今天来到新北市泰山的贝斯佩拉棒球学校，这边呢有一套非常有系统性的科技仪器来替选手进行训练。想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吗？带您一起来看。挥动手臂投出棒球，在这一眨眼的时间，球的球速、转速、转轴与进垒点都被这台要价20多万的 Rapsodo 记录下来。这台机器是贝斯佩拉棒球学校训练选手的重要设备，连美国大联盟以及中华职棒都会利用 Rapsodo 做投球与打击的训练。我们也会在投手的手肘上面装一个袖套，智慧袖套，大家可以测他的投手的压力跟挥臂的速度，那再加上高速摄影机来查核他的动作，来帮选手做这样的一个科学化的训练。那打击的部分来讲的话，会有 Rapsodo 的 hit， 打击出去会有模拟的出速、仰角跟飞行距离，那也包含装在棒尾，我们会装一个 Garmin。测他的挥棒的一个 3D 的一个轨迹，然后还有挥棒的速度，还有手腕的速度。和过去土法炼钢的训练模式不同，在贝斯佩拉靠的是科学仪器进行训练。数据分析师不一定是顶尖选手，但他们可以靠科技仪器看到人类无法察觉的细微变化。这颗球的品质非常的好，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四缝线速球，我们希望的一般都是它上飘的幅度可以高，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转速，148的球速来说，2387的转速啊，是在平均水准中上。第二个，它的旋转效率非常高，所以代表说它所有的转速都可以帮助这个球往上窜，所以这个是一个还蛮不错品质的四缝线速球。我们来仔细看一下你的第二颗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它会消失，你知道吗？我先让你讲。透过科技仪器与数据分析，选手可以更有效率地找出盲点。科技俨然成为选手们的隐形教练。最高层级的职业选手，那当然是我们的一个训练的目标。不过因为职业选手一两个月会在季后寻求训练，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大宗会是科班的，从社会队开始，成棒队，然后甲组的大专、高中、国中、国小。这些科技除了来自国外，也有台湾自行研发的机器。让我们前往台湾的科学重镇工研院。我现在呢戴着这个是工研院研发的沉浸式打击体验。当我戴上这个头盔，就可以看到棒球场的样子。接着我摆出铃木一朗的姿势，透过 AI 感测，投手就可以投出球。透过镜头捕捉选手的挥棒姿势，由工研院研发的这套智慧棒球训练系统可以控制发球机的球速与球种。可不可以请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套器材大概有些什么？好，这个是摄影机，是用来做姿态辨识的摄影机。绿色的点代表你全身的节点，就是你的肩膀啊、手肘啊，跟你的脚，透过这些节点，你就会知道说你的姿势是怎么样。这边有分别有三个选项，就是一个是快速球，是可以你可以随机球选出你要的球种跟球速，然后还可以左右，就是你要打左边、打右边的，然后打上、打下。目前台湾运动产业的产值大约有5300亿，但有85%都用在运动设备的制造，这与提供运动服务软体产业的欧美国家完全相反。我们台湾可以做的就是，把一个硬体或系统做出来。那我们希望借这一次运动科技，把台湾不只是运动、健身、健康的大概3000多亿的产值，可以往附加价值提升。台湾大概是15%的服务，而未来我们可以翻转一下，至少要30到50%。运动科技，你如果照这种成长上来看，2030以前都会上兆。工研院要把台湾运动产业科技化、服务化。将棒球、篮球、高尔夫球及羽球等热门运动的场馆升级，并且将训练科技化，
更协助新创业者带动创新运动科技的价值。未来这种元宇宙跟运动科技结合在一起，虚实的整合，这里会有好多新创的业者。我们把技术平台开放，让新创业者在上面快速实现他的创意，帮他找到市场上，包含资金的媒合，还有国外创投的投资，甚至协助到国际上去做新创的事业的扩展。当运动与科技结合，不只让选手更有效率的训练，运动科技带来的高质化服务更创造了无限商机。经济日报黄静文、刘文宇、宋慧玉综合报道。